是你付费啊，有很多的游方和尚来到这个店求完了以后，拜完弥勒再来拜韦陀。注意哦，注意看你有没有带行李箱。我找你拜完这个韦陀，有很多的游方和尚，我们不让，我们是游客，外面一大堆有游客，有香客，有游方和尚啊。游方和尚就是外面，你注意看，有的剃光头穿袈裟的，最主要看他的鞋，啊，看他穿的鞋，他的鞋弯腰是穿 Nike 的啦，或者是那个都是假的，就没有拿着一个盐要跟你化盐的那个都是假的。很多游方和尚看到这一尊韦陀菩萨，心里就很高兴，金碧辉煌，这一晃一旦你跨下面。金下下，眼睛看底下，最主要他的法器，金刚降魔杵邪恶鬼棍，把就是看耳朵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现在这根寺庙好呀，会当给你加给你大。啊，这我看反了。如果这一个寺庙，看，如果现在摆这个东西，啊，卖戆戆啊。我们这一团31个人，4个人有办法，就是这个组长，啊，9人组的组长，4人组的组长，才有办法进去吃饭，中层领导干部才接待。哦，罗汉堂啊，一个随便小沙弥都要进去吃，人家不理你。哦，如果这个法器是摆横的，是这个姿势，啊，寺庙比较穷。提供吃，但不提供住。言下之意，你也不要给我吃太多，难管，赶快走。如果这个金刚降魔杵是朝这个姿势啊，或者是这个姿势的，这一手又打，不代表寺庙穷。本寺庙没有这个规矩让你挂单，但是你进来注意，那一种箱子都要啊，像那个小朋友都要。啊，讲古道道，你要对这个寺庙有建树，我打个比方，大雄宝殿你盖的啊，或者什么钟楼鼓楼你建的啊，你想当这个寺庙的主持方丈，可以考虑，啊，但是最主要你要到里面去看那个木鱼的头是朝外，啊，还是朝内，如果木鱼头朝外，还不行。这个主持方丈是从外边派过的，如果朝内是在寺庙里面推起的，啊，如果是这个姿势的哦，请看，这个很少看，这个皇家寺庙假和尚就不要进，啊，因为外面假和尚太多，啊，只是叫不要进，不是不让进，进来会打，啊，这是这个殿的功效。第二殿，大雄宝殿，可是南拉宫民间所称的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啊，一世人哪被客家户的对象，中间这一尊，当今佛祖释迦牟尼，如果以后能进西天极乐世界的，他的右手边那一尊，不是，那叫阿弥陀佛。能进西天极乐世界的，那如果人要想要拜前世或者人间之疾苦的，拜这一尊，这叫过去，也叫药师佛。啊，药师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未来。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。来，叫我那边拜这尊。第三殿，第三殿，第三殿。大悲殿还是这一个庙的主供神，南拉宫祥林城所在是第三殿，第三殿就是南拉宫的，一年江南破沙里面修过的所在，在第三殿是这个庙的主供神，哎，记耶，观音只是菩萨，他不是佛祖，啊，如何拜拜？我叫观音不做来保庇，伊唔是不做，不做就一个，当今佛祖就是这个中间。以后的佛祖是谁？是他。以后什么时间能看得到？有可能明天。未来。好。
有可能真心生看不到。那好，自由参拜。十分钟以后，我到大悲殿跟你们会合。大悲殿，第三殿。第三殿，很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第三殿，这是第一殿，第二殿，第三殿，你注意看哦，你注意看哦。你刚才说一二三殿，你没有说大悲殿。啊哈，对对对。对啊。口误啊。这是一层，第二层。到了第三殿，它是越一层，更高一层哦。啊，还是这个庙的主供神啊。好，大悲殿是吧？大悲殿哦，大悲殿啊。哎呀，他围得未得过呀？哎，起码你用一种啊，可能。围得未得了呀？啊，这是大悲殿，大悲殿，这是长经者呢。大悲殿，大悲殿，叫大悲殿了，哎，对，叫大悲殿了，哎，对。好久没见了。哎呀，叫大悲殿了。好久哈。好久没见面吧？好久没见了。在哪边？对啊。哪边等？对啊。哪边等？对啊。啊。还有茶，那个茶是我们注销的哈。这张翠花，你好下。有下分嘞，啊，前面看嘞，大许个，啊，这大许个细许个，这大许个，咱看到拢较细许吼，咱看顶以前看拢细，当下拢较细许吼，啊，大许个吼，啊，像这嘛是过了十年以上啊吼，才有这么长，算八个吼，反正算八年，才有大到这大啊，你这长干了算一条呢，啊，这长那遐像芒果。当时芒果应该是咧开花咯，啊有啊，对，结芒果啊有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甜啊，酸啊，甜啊。我只要听讲呢，考考上无，哈，四十几年啊。安尼四十几年啊，啊这小毛啊。我考上啊。对啊，这小毛两百年，对不？安尼干哪四十几年啊？这小毛两百年。这用出来，这用的。是长酸啊，你看，酸，好酸啊，最长的，最了的。长酸啊。哎呀，最了哈。好烦啊，哈！那我烦起了，那刚烦起了。